有你在飘我身边，陪你陪你用好天气，天气永把心呀幸福。有你陪伴在身边，在这本地方的所在，虽然讲啊，阮倒毋是介好意，但可是就是带着恁表示向小弟来担家了后，我生活嘛过着好路，但可是事实上，甲你担家了后，甲你熟悉，咱两人慢慢啊，时间一久，日久生情，咱私下嘛约下安的情谊啊。你嘛知影，你搁讲着表姐伊。讲到伊哦，我着真讨厌。看你逐天，我陪伴伫伊的身躯边，你敢不知影？我看了哦，实在足正粗的呢。我知影，但可是我明明生出来就是恁表姐金凤啊。我嘛知影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，你对我的感情嘛正重要啊，对不对？敢是真实的，我陪伴伫你的身躯边，安尼是无名无份，我阁无甲你计较，颠倒是你，我无一点仔表示，我到底该等偌久哈？要表示，我每日若是有时间的时阵，我拢会陪伴你啊。但是我着嫌伤少啊。嫌伤少，你讲你要以后拢我陪伴就好啊，无恁表示。你伫咧等我，其实伫这间厝，安尼是嘛毋是办法。但可是，若是爱我离开恁表示，永远在你的身躯边，那安尼我身躯就爱有金钱。倒不如我心内底有一个办法。你有办法？但是你要跟我斗三工，如果这个办法若是成功，以后咱会使远走高飞。这是对天上的新天地啊，敢是啊，是嘞，好啊，赶紧嘞，你甲办法讲给我听啊，较好讲。啊，我斗三斗，我一定尽全力配合你。安尼，你放伊过来。真正是好办法。这个办法若是成功，以后咱两个人就会使永远做伙。那安尼，我就陪伴你身后边，甲你斗斗走。安尼，咱内中的所在好好准备一切。来去。啊！阮的天啊哩，飘金风，迎风就是阮夫郎，夫妻结婚是阮飘。爹娘恩爱，生下我是高中要囝来出世。
真正将我佩服才是你因吧。阮阿嬷双人结发恩爱，但不过因和我自细汉就被伊父母疼惜，所以我身体也比较较无好。现在是阮因爸十分的疼惜啊，将我疼命命，惜命命。虽然伊是伫阮今年招礼拜做我的红婿，但是也对我十分的疼惜。虽然讲我的爹娘已经不在人世间，但是如今厝内底的家产，还佫有遐心理创伤的代志，嘛是由我一手包办。虽然即款的日子比较较辛苦，但不过只要有因爸陪伴踮伫我的身躯边，我的感觉已经有够啊！只希望上天会当替我倒庇佑，早一日替阮当家一家李家一下总之，厝内暂且不表。奇怪，因爸哪会今仔日拢无看到伊的人影？毋知是去倒位，煞超烦，倒不如踮伫前厅等他伊。好。但是咱准备好势咯。唔知你来去。你吧。因爸，金凤啊，啊你身体有较好无？有啦。你踮伫我的身躯边，把我捧烧捧冷，当然嘛有较好势。真小妹，表姐，你的身体敢会较好？当然嘛有，有恁两个人去陪伴，我的身体哦，差不多嘛是如此而已。今仔日你有闲来到阮家啊？哦，我有专工，传在灵松地，要互你保身体啦。灵松地。是啊，你看，你叫真有心嘞，你知影？你自细汉就拜爸母，所以身体欠安。我嘛是你家生的所在，撞着伊，啊，做伙倒转来厝的。原来是安尼，有恁两个人踮伫我的身躯边，陪我开讲讲话，我就感觉真安慰啊。这份兄弟是恁的好意，当然我就甲你接受起来。好啊。啊，太孝亲恁，因在各地，你才知影，阮两个是偌尔用心的对待你。我真希望，虽然你是伫阮家招你妈的，但不过伫厝内底家产，虽然是我的名字，但不过也是有缘，也算是一半你的啊。我知影，我坐伫恁当家，你嘛对我袂歹啊。我知影啦，这个名目哦，以下的财产拢是寄你的名，但可是我是你的红婿嘛。这件事以后嘛是爱由我做主，你敢想安怎？是啊。是啊，以后咱阿嬷同心，所有代志一定嘛。哎呦，表姐，一定嘛都是我的呀。你是怎样啦？爸，为什么我感觉我搬到家庭家庭，是不是痛苦？你身躯慢慢的烧，你的巴肚慢慢的加疼，有是这种物件在你的心肝内，在咧甲你折磨啊。你哪会知啊？刚刚。袂娇啊，比你更加厉害，比你更加妖娇，对我温柔体贴。你想我当作我是下骹手人同款，好啊！你个查甫人面子无法度，是这里变。是啊，你这是妖查某，你真好大胆，你连个抢我个查甫人，今仔日我就爱你，这是你大事啊！我想你查甫啊，一口话你嘛做会出嘴，你爸是我个红婿。你自细汉拜父母啊，身体就咧歹啊。这个毒药我在你的身躯顶，迄药效愈行愈紧啊。娘啊，我就这死，我嘛要拖你来啊！嫁我，你有啥物话就我去讲。你还来潇洒无？潇洒无？今仔日你无死，我就无法度得到恁家的财产，我嘛无法度甲你交社会。
死哦，还是赶紧的去找阎王报道啦。调查无，好，你要死了啦。死啊吼！我看卖啊，可是已经无喘气死咯。那实在太好了。咱的办法已经成功啊！那咧以后，咱两永远社会一同远走高飞。现在，甲陈家所有的产业、所有的家产，咱甲款款的离开这个所在，来去一个无熟悉咱的所在，过着美满的日子。老爸，稍等一下啦！啊，不过这个查某的尸体，咱嘛要好好甲伊处理哦。是啊，我凊彩甲伊草草埋葬就好啊，免这么好对待伊啦。一切拢是伊的命，伊若要甲咱作对，伊嘛袂即款的下场。应该是好。行，咱内场的所在一般。好、啊。
Thank you.
前功应世讨地内，讨地失了一样大，凡事在世难做啊，一样来受有一载，风也光，好几天辛苦，十八点多天，人地孤苦也光，该要修养的，凡是人间，生命来往，若靠因素得好，必说。因为头前明理在世俗无形为情，有了这个电台一起凡事做爱做先，明理先恶主又平凡，今天不阳光点在阳路边是好，缘分来共同前，机关念佛，求福变善，当今好，当今好，心要来往，本阳光，怕会你世事爱无关。当今好，你用手比将，其实只要来往。来个头一天，凡事你去一命办事，那边有心恶天花，你心胸问题大大，别人都害事。来个头一天，既是用修地的钱，都必须要等待翁西霞。还叫你用修那法，再做刀台。要不要不要，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，我再死死死，被人将我陷害来死，生死攸关，我心中万恨，不愿刀台，我要报冤仇。要不我求你，你好好回应我报冤仇。安天红。如果一世你来世，可是三世因故事造成，由因变由果，三世记旧地，你心来怨气不愿做，要到永根去报冤仇，其实因本开流暴力先去，我可怜。我不可能再错，我并无犯差错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要死？为什么我就要受损？为什么还不让人家逍遥法网？要不，我不可能再错，我一定要报冤仇，我一定要报冤仇。金龙，洪水停水，初时因果是三世造成。冤冤相不合时了，不如放下你冤气，令你了却一切冤魂，这叫时机。不如何放下？我莫把冤魂，三世因果，为什么我当初是这么不公平？我不可能放下冤魂，智慧影响我回，影响我回水，智慧一死就报应，也那是无，我心中是靠的怨气，永远不能放下。其实怨气无何消，令你自悲心怀在心头，但念佛。
三世九德，来到这世，永远不能换届。其实头一天，那阿弥陀阳光，连你和你一次机会，什么机会？如果你那是听到，我连你和你够勇敢一点，你家连你。奉养阮老母奉命而行，你也是应在阴间继续救治。只要你答应奉养阮条件，我连你奉命而行。好，是啊，会用心和我挥算勇敢本事，什么困条件，我拢让你答应。失灵，该死。是的，如今既是恁所来世世因故救的，恁用上天之心，毛主笔点笔，虽是每一世出世，必要因故循环救的。那安尼本愿，阮何里再循环用力去？但是你只是冤枉，并非是出事。我爱替你主事教，你能观察伊所作所行。如果伊有向善之心，你必须放下一切，放下万念，以感恩故行。回命勇勇敢而来，再次投胎，现在这世所了却，你可还一梦？只要一梦，两地火化化还梦，不还大梦了却。好，其实你但一梦，一个本阳本所行下一生，我希望你唔通。是以你容颜，也哪里现在？我是要如何还容呢？本阳阮赐你无量之机，何你勇敢而去实行？如果观察一切，你那诸计刑罚，本阳阮嘛无可能放你个流归出来。听上有灵，杀死大王，勇敢离去，不回首。
东山，武东山，武功强，我叫天天上帝卡立军刀，逍遥自在，定秀天目在天，雕行龙。山下拆甲生母丢母啊！天水母姑到底为甚看破世情，破北流长刀，乌龙江边修成正果？定秀在了武当山，都要行无宝贝世安定啊！收起万民幽烟雕牌。今日在了金木大殿蒲团苏豪阿雕，但爱那位老鬼手拿烟
蒙乌灵，伊是带领下凡要来服务冤仇，这也是因果轮回，这是阎王之术。武当山不插此事，你为温度听令，不可私自下凡了动因果之谈。为师魂游四大部洲，好好镇守武当山。听到诉。来信当初是师父乌龙江边化北流东东都变成我乌骨疼痛，当变成你白蛇掉机花面之地，咱四家在咧扰乱民世间，师父将咱收回武当山，身为卡了人讲神仙本是凡人所赐，因三气上香向咱朝拜，应该连大情帮助一头所听啊，千万不可！你们想看卖，方才师傅要咱前来所言谈，这件代志咱不应该去插手。又在何况你想看卖，早前期间因为你的师德下凡，再来演变，你乃是酒客，我是阴桃花，到在寒干里去，咱是大闹翻天。为着表面这层的红包，这件事情咱嘛是听师傅言语，忙他插手咯。当时是。道台好欢出世，酒钱以公之事对道台，因为咱两个人有相欠，才会转师父的身躯边。但不过事情也已经经过多年了，三家亲友百名是家在手顶悬，定咱调办帮助百名，这是应该之事。你那是唔爱输赢，我甲对待。输赢，这件事情一千年问。袂当出手，你会知影嘞。你若要下弯，你去这是风波不断。你若要下弯，就怪我着急，怕死你。面对着急，我要介绍我疼痛好笑。我多希望虽然，但是讲是讲，情兄徒弟，叫我一声师兄，必定怪面头前要现手地红看。那安尼，莫怪我空通对你不良之用的，是老早看滚，拍你！当初我在乌龙江边
水破白流长刀，变成两日两妖了乱民间。将你收回了后，唔听驾驶离处，再度下凡州，讲道法讨伐你。嗲声风波不断，这回再度下山，又不将他擒回，恐惊犯了天条大罪。众心强，定是武当山。玉祥，随我手下还休得令。现此时，是过冤枉，都搁大情地去，恐惧啊！我是惊着寒干树林，不如何是好？我有全身之力，不如如此施动法术，变我寒干林木有什么？
所以您有七棍事先帮助百姓，落到官顶准备救人就是。有时阵精神真正常，有时阵连我都认袂出来。到在外面的所在，我找真济大夫，嘛听真济药，互阿娘伫咧食，甲阿娘看病，阿娘医院也并无较好。今日出到外面，心想暗访名医，而且听一寡药方。你准备倒转来去？奇怪，我要来的时阵，同款是行这条路，即马要倒转去，奈忽然间乌天暗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这到底是要安怎？路是要为倒位倒转去呀、啊？
点奏就发。姑娘，哎呀，昏迷不醒，需要丹叫精神。姑娘精神啦、啊，一梦飘飘。姑娘，不要紧，鬼鬼。也无亲像你所讲的鬼魂呐、啊，无吗？无啊！方才乌天暗地，春秋不见五彩，是看无路的。我看到一个女鬼，伊要来改名。姑娘，你安定心灵，先着想看卖，你是不是有做什么大事？因你自己做出心虚，才会惹来。你心内伫咧幻想，鬼魂来缠身啦！我无，我确实无看到。我无做啥物歹代志，阮真家住伫本地方，阮阿爹阿娘是大善人诶。阮有钱，但是阮拢会报喜，是因为阮阿娘破病几落年啊，我一直挂念伫个心头，而且阮阿娘精神上有问题。所以我三天两天就会出到外面去访名医，我不知道今天会去当到这么奇怪的事情。那你更加使人疑问，既然有报喜，人说好心就有好报，妖魔鬼怪不侵犯，主人像那灵机降临的爱的生命，也必定是有所罪孽。姑娘，要不然这样死啦，我看你好像失魂落魄，我想保护你回转家中，再说一切。你要保护我倒转去？是啊，要若无我离开，我惊讲你搁会惊吓。会惊，这条路要转去阮家还阁真远呢。王哥，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叫做坑痛。坑痛。这个名真特别呢、欸，是啊，真特殊。人讲抬鱼抬头鸡，叫人叫头鸡，我保护你倒转来去。我叫乡里，乡里不巧。那就麻烦公主，你送我倒转来去。大路。是叫
来藏心房。Stop!
什么话要讲？无啊，只是我最近也无想要娶。无想要娶，会当慢慢啊考虑啊。咱若要完成这事，是要做嘛伊话讲？彭彭，我要跟你讲一件大事。一件大事？什么大事？真心中。哦，我认真听。我阿爹伫咧讲，阿娘伫咧这种怪病，一般民间的风俗，都爱喜冲喜。我想，搁无偌久。我都爱嫁翁，你爱嫁翁，所以甲你不信冲喜嘛。嫁迄个人是我唔捌看过，我都爱甲伊过一世人。哈，安尼对你来讲，佮重新接活对无？这人生婚姻是上个重要的，卡煞袂当由你家己的心去选择。你后半世人一定会过了真辛苦。是啊。那你感觉我爱安怎做？趁这个机会，你紧去物色对象，找一个甲你两个人有足有相当，而且会当谈论未来、好好牵手行落去的人哦。真正，我嘛是这个想法，但我今日已经找到了。找到？那安尼真好啊！你甲伊带回去。把你的爹娘介绍，找一个良时，带给恁两个人缘分拜堂。我找到那个人，就在我的梦想内。一公公，一公公，四十多的你。来我命里奔动一家好老过日子，受着满腹的心念挂念，眉毛的心已经僵。像风电，花草欢心开，连泪干的可怜如你，希望求你来的转移。老汉真富贵，论起少年拼到老。要一片天地，一工月老者，恩爱结发，生一个查某囝。人讲无男得归男，有女得归女。当然，我是单丁独子，我嘛希望讲会当生下男丁，兼个查某囝，非常的大事。一家和乐融融过日子，踮个本地去徛起，生来我是家财一百万。时常铺桥造路，落身好事。身书作证，想讲哦，我若做好代志，一定上天有保佑。哪知影最近几年来，我无加个心念怪病，每一到日头黄昏暗，伊个病就来发作了。
有请真济大夫来医治，结果拢查无伊个病因，看伊安尼是病无治身，这翁婿我，可是于心不忍啊！我无听伫咧提说，民间个风俗无啥物喜庆喜，只要甲我个查某囝嫁出门，不一定伊老母病就会好啦。我知影，我查某囝对伊个老母真友好，虽然讲终身大事。唔是囡仔伫咧做算，结果当政府人变来好，得牺牲我努力的幸福啊！可是也于心难忍啊！出国里去，讲要找先生，有先生找到无先生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我怨念不知情，当真是我翁仔某命运是无？姑娘啊，你无需要人保护我吗？你做你走，因为我知影，伫我后壁面一直拢有你啊。是啊，我若无跟伫你后边，我哪会知影路？阮厝家啊，请。用你倒转来咯，转来就好。嗯，伯父你好。用你啊，啊你人倒转来，啊你哪带一个青云查甫人来咧？阿爹，你唔通误会，住伫咧半中道。我当着奇怪的代志，什么代志？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根本都唔知要安怎倒转来咱家的路，搁当着女鬼。啊！我是时间困眠不醒，醒来了后，就是这位公主伊救我。你讲的是真啊？嗯。这个查某囡仔，你要出外找先生，阿爹无甲你反对，会卡手人足多，你嘛叫人甲你保护，无代志就好啦吼。啊，少年的。多谢你啊！我查某囝伫咧提水，伊拄着困难，你救伊的性命，真正是感恩不尽咯、哦。唔通安尼先讲，对我来讲是举手之劳。人伫咧讲，心内无邪不怕鬼。我看你的家中，一向是一个安定的家庭。为怎样？伊讲伊出外面的所在，竟然去冒着危险，佫是妖魔鬼怪的提醒。敢讲你的家境有啥物困难是？不瞒你说啦，我的夫人最近几年来心念重病啊，这是一种的小病，兼搁大夫来看，我查无病因嘞。你讲，你的夫人带风病？是，有时阵啊真正常，兼搁病来发作的时阵，连阮病仔囝伊拢唔捌啦。精神失常，敢讲无请大夫嘛？有啦，有大夫请到无大夫咯。起因是啥物？你可有曾经去想过，代志发生必定是有前因甲后果。假使讲平白无故就来发生大事，那安尼先，你要去追根究底，你的夫人是发生什么事情，了后才变成安尼生的啊？我嘛曾经有想过，但过我问过神明，希望讲你得指点迷津。伊伫咧提说，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啊。到底是也毋是，我嘛毋知。少年娘，啊，你既然遮尔啊厉害，要无安尼先，你甲我斗三工好无？要如何帮忙啊？啊！哎呀，我都发霉了！我的妈呀！我无了，真是。
进来吗？阮西人，还有个秘密呐！阮西，阮西，我不是是什么阮西人？我不是的，你啦，你啦！白呀，对我娘真好耍，我求你了，你妈安尼折磨我。你叫我安想啦，我怎毋捌看过你？不然我死，你让我解脱，你让我死，你让我解脱。妈嘞！我要哪有可能让你死尔好死？你叫我莫死我呢？你若安尼讲，我什么人要放我？什么人要考虑我？什么人要同情我？我没好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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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无同款，那飞机啊飞机嘛，先乎你们来听。是。本来你也看着我就是安尼，有时阵拢唔捌我，然后大惊小怪。应该嘛是看着家族惊着。唔知是看着什么啊？少年的，拜托你跟我斗三工的啦，放心，我夫人的病好不好？这个大事看起来，夫人眼神不定，应该。是几分真心无唔对，也唔过像你所说，因果循环。究竟恁曾经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代志？我一世人拢做好代志，普桥做咯。人拢讲我是大善人、做善家，我哪有做什么亏心事啦？善心好就普桥做咯，是你一世人所做的，但是无代表。列顶世人并无犯差错。顶世人，我哪有什么芥蒂啊？要不安尼先，这件代志由我处理，恁两人先相骗。多谢你，多谢你。爹，咱先去把照顾你。去看你老母啦。阴魂不散，既然你执意要为你自己报冤仇。那安尼先，你若有胆量，就现身啦。为何穷追不舍？你可知因全家先身所人，并不是你想的迄种人。要那安尼？你又为何要破坏我的计划？你究竟是何人？人民之心，如果官干所在，就因为一念，两动天下，是善是恶，在自己心上清楚分明。我在天庭修行，也在地下身边，也就是无故坑痛。那哪样你的意思？你来告诉我，你是要转过来用的事实，并非多少用事，只希望
冤冤相报何时了却？冤仇一概不宜结。你现在阴魂不散，但讲你无希望放下，只能回归正道嘛，放下。你讲了甚简单？放下？你敢知影？我受过什么款的委屈？你敢知影？我受过什么款的无公平？为什么我就爱放下？我放下，我放过伊，伊会当收留先生，也拿你过来。什么要放过我？什么要害了我？我无可能放下，我无可能放过我的冤仇啦！我要报冤仇。乖点，要回事不回？人生最痛苦的是束缚家己，这种叫做执念。你坚持要报仇，痛苦的不是别人，是你家己。我问你，轮回几世啊？你为着冤，为着怨，为着恨，你给家己含你痛苦的魔界，你现在是要为自己报冤仇，你敢有想过，即使予你自己袂当投胎轮回，别人是经过生老病死，你一直在生死之间徘徊，因为你袂当投胎，袂当出世。你害的是你家己，我根本就没经历过我的痛苦，你有什么要讲我？你敢知影？这三世的依然，我一日再再人生，比遐人平平无故害死我的生命，要哪里管？我又跟做唔着什么？为什么我都要受这种的对待？已经三世了，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就要害你所谓对待我？为什么我在害你在伤害我？好好，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。要要化解一切，就要将你被陷害吸去空气。我问你，你甲伊又搁有什么冤仇呢？头一次，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人。迄、那个时阵，有一日风和日丽，我只不过想要出门游山玩水，想袂到啊，想袂到，我冤仇啊！风会飞动，飞动。我希望你能够
了记忆梦，我本来也想要放下，所以那时分我往高家门面上，我也想要重新做人，我投胎转世，我希望我有这个重生的机会。也不过什么人知影，得意死。为何如此？
孙啊是你，你敢有法度好我？你讲你要死掉不了，有啥物命了？莫行过你行的道路，唔知你会切我，但是听你历经三世轮回，确实讲，你乃当将所有代事忘怀，宁波统领下，你有重新的开始，无对。你的经历确实比一般人较痛苦，但是你不应该扰乱世间。你可知，因这世人所累积的功德，因帮助困苦，你无应该来伤害因。善良的人爱有福报，但你却将你当作是被折磨的怨恨带到因的身上，更何况伊的查某囝是无辜的。我希望大事予我无常，我希望讲你会当将一切忘怀，我无可能束手旁观。要哪里讲起来？你要做好人事。好，既然你若要做英雄，我会当成全你。咱的条件交换安怎？什么条件？我给你提供的时间。你若是要是有心想要帮助我，提供的时间给你，你会当去找方法，你会当去替我解决。只要你来，也是受够好我满意。要哪里我答应？我想要伤害小娘婆，我答应你。要不你若是无做到，尽力而为，七天内给你答案。七天的时间，我等你。这件大事是我来接手，老爷夫人有请。来啊，来啊。夫人啊，阿娘，夫人，你精神较好啊呢？病人你好。伊是来救命啊，阮经理呐。过来当工作，是伊救我。是。真厉害哦！是讲我这款的怪病，阁有人有治掉伊，那安尼，你就是我一口做的救命恩情人。其实。今天你我有缘分，才让我当着你的女儿，从我来到你的厝内，你这不是病，是因果。因果，因果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老爷真歹势，讲起来可能有去伤害到你，因为你历经三世，拢对人有所伤害，你可知怨魂放不下，是因为。你世世对伊的折磨呀！你讲迄女鬼，甲我那是真假农家农家煞摕，是因为三个轮回关系哦。安尼哪有公平？迄拢你造成啊！哪咧折磨我？伊是一家之主，当然伊希望的是恁家破人散。啊！我严重哦。连老受宰殃的，哎、是我厝内底每一个家人。那安尼，公主啊，你既然有宰掉，让我这个因果病即马有较好转，两边你唔知有啥物办法哦？是啦，啊，你也知讲，这是因果病正常个做代志，我都拢袂记住啊。拜托你甲阮斗三工个，好无？那别项事情是会当改变，但是。阴魂的思想是阮的坚持，而因会当做的，就是替伊做广告，为伊超度，让伊放下一切。七天的时间，恁尽恁最大的能力，将所有果报回向予伊。是安尼哦，安尼是，我会晓，我会晓。可是就真正是我做唔对代志，我来弥补这个罪过啦。我来做，我来做。七天的时间，安尼有够啦。弥补是一定爱的，一定爱的。毕竟咱对人有亏欠，啊，不过这七天的时间，
忘不离。伊若搁翻头转来找我，你若搁无伫阮厝内底，老爷你讲安尼要安怎？夫人啊，当初咱毋是讲过，我为着你的病要冲去。你看这个少年的，真正这么啊厉害，我都医治你的怪病，啊无安尼是人讲囝婿就是半主，后日咱咧厝内底。做过咱的囝婿，你想安怎？安尼会当永远留落来哦。是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你叫康统是无？是啊。哇，这尔啊将才，一表好人才，这是讲你敢娶我啊？我也未娶。安尼生真好，我查某囝，你看伊安怎？水无？真漂亮啊！漂亮哦，我甲我查某囝来嫁你好无？但不过我好啦好啦，要做决定啦，你两个见面就是缘分。好啦，我知影，你唔好甲我提示，我做我囝意思，乡里的意思，答应吼。啊对啊，既然去上去，对阿娘那是有帮助，努力无意见。决定啊，决定啊，夫人啊，人到死就到，今日我阮拜堂啦。当面嘛好。我阮拜堂，我阮拜堂，当哥哥。来来来，咱坐大位的，来啦。哇，欢喜呢，人生的一对啊。是啊，我看伊安尼举止行动，两必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家留伫咧厝内底，这也是咱的私心，对咱有帮助。第二，咱祖囝嘛有一个好的外壳。唔对，咱家冲去，家嫁出去，拢伊无熟悉的，伊跟这个少年的有相处着，应该嘛有感情啊啦。对对对，但是嘛吼，我也够有精神，甲祖囝办喜事。啊，对所在，请人客吼，叫咱去卖去。对吧？麦当叫娘囝，娘囝。相公，我唔知啊，你这厉害呢？啊！给我两眼相看，原来你也看会出，阮阿娘的病是因果病啊！啊！啊对啊，我自细汉吼。都有学一挂法术，法术真正淡薄研究呀。你这么厉害呀、啊？那恁以后你若住伫个阮家，我就免烦恼啊。也唔过，人讲有你走遍天下，无你寸步难行，那是因为岳父因做得正，我才有这个理由来替伊解释。卡说伊是一个为非作歹的人，现在因果循环上惊是现世报。现世报，嗯嗯，我嘛感觉人的一生不管长短，咱一定爱做好事。伊若无现世报，来的是真紧。是呀、啊，嗯，我认为人生在世上个重要的是善良，就亲像你同款呐，嘛爱把握当下。咱现在爱珍惜的时间，啊，是啊，啊，既然已经做翁仔某啊，然后要安怎？天色渐渐暗嘛，也休困啊。爱休困？嗯。无啥咧困呢？你无咧困哦？啊，我精神一向拢真好啦。哦。但是我身体一向无好，我若无睏，我就会破病呢。安尼是啊，你继续睏。我家己睏，你呢？我袂爱睏的哦。
啊无我先去吧。相公啊，你唔通让阮等伤久。会啦，我差不多天光就困啦。你这么戆啊！失去亲人，对你来讲打击一定真大。
但你要勇敢面对，这一切拢是当时人所做的罪孽，个人造孽，个人担。我相信，替父母承担一切，伊袂再来伤害你。我无爱，我想要有老爸有老母。你不是讲过，你会保护伊，你会待伫这间厝内底？但是现在两个人无留半句话，让我得离开我，我要怎接受？以后我是家己一个孤孤单单的人，我无爱，我无爱，我连我死的人是我。这是你的运命。我知你伤心，你痛苦，但人生的道路上，不是会当让你家己决定、甲选择的。人讲生有时，死有日，因今仔日会发生这个大事，是因为因女已经三岁，对人的伤害，你可知？因鬼相因，并无犯罪，因为手提乌灵，任何人嘛无当阻止伊。你要面对一切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我为你替你爸母好好想嘛，好不？我无爱，什么人能把伊救起来？我愿意用我的生命甲伊换。伊无留半句话给我，我以后要安怎？爹娘，你搁应我一声无？你莫跟我讲生气啊！你等来啦！人死不能复生，连你化破那后，伊嘛无可能倒转来。你无勇敢，什么人要替你活？你爸母不善。我希望你自甘堕落，伊希望你永远安尼痛苦落去嘛。相公，为什么连你都袂当让我一点点啊温暖甲安慰？我即马相亲的人已经死啊！如果哪会用的，我真想要跟他们去，希望风传路上，我会当再见到他们，对吗？死不能解决一切，你可善，你若是为着你的父母孙端健，你要历经七世轮回，拢是经过自杀的折磨，你愿意吗？你的父母安怎甲你栽培，甲你学行，甲你人生的道路，让你有力量，到最后你的选择，都为着你的父母。你另外袂活在这个世间上，珍惜生命，是你对因唯一的友好。我相信，因在救生地下。是希望你快乐，好好过你的生活。我不是无愿意让你混乱，我只是希望你清楚的明白，你需要面对是你自己的人生。我自己的人生，你讲这种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的讲话当这么冷静？我的人生敢讲无你吗？你的人生永远都没有我，我对你来讲是过客，我也可以坦白对你讲，其实我不是凡间人，我在上帝爷公身边是一个修行者，我是无辜坑痛。
从地无你何不会变卦，无你何答应将卦错，因为有善良的心肝，不敢看我无向你坦白身份，是我犯错在先。但我为要救你，借书走下凡。我知影，我甲你做成夫妻，也是我唔对，只是我唔知要如何甲你讲清楚一切，兄弟。请你原谅我，我并非故意，要欺骗你的感情，我自头到尾都不敢接受你的爱，就是因为你跟我永远就无可能。我不相信你在骗我，对吧？是不是因为我的爸母死了，所以你即马我无爱见我，你袂当对我这么忍心啊！你即马是我上爱的人，我唯一会当我靠的人是你，你袂用个离开我坑道，你莫跟我讲这种笑话好吗？兄弟，我毋是一个无负责任的男性，我更加无可能在你最困难的时阵离开你。我就是不甘心听你，才来到你的身边，希望替你解决问题。那你讲给你爱我吗？好，我已经知影，原来一切拢是我一厢情愿。好。你说你是修行人，你不是人，那这样我倒要看看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，你就让我死心吧。好，我让你明白我坑痛原因是什么。修行者，学古变化历经，我对你的演技都是千真万确，我是心疼你，不甘你，才来到凡尘在了找你救你。原来你是为度化众生，才会下凡你啊！那来我拜托。你该当受我的要求，我宁愿牺牲我的生命，救我父母一命，你敢做会到？你敢做会到？你先起来，再去讲啊！你跟我斗三工，兄弟，我来到你的府邸当中，虽然经已完成刑罚，我原本要救你的父母。用个那些对方讲话无算话，一定来死。你当时要见你老爸老母吗？是，我要见伊，我要见伊。好，我跟你斗三工，
算我会犯着天条，天讨大罪，也唯独一届，我为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多谢你，别讲多谢两句，这是我应该，我出现在你的面头上，我该弥补你，该补偿你的一切，我应该向你。记得你的阿爹，记得你的娘亲娘啊，你思念花算勇敢，你就要将我五谷扛通，帮我背地子。我是东花顺，地体丹，和你吞吃萝卜，查你幽冥会。兄弟，你爱的其实，我空通永远拢在你心肝内。会到位了，我查你记定了吧。
过分。
上世外，咱爱相信相依，对人会。阿爹怎样啦？姑娘啊，禁不住了，光早讲哦，惊死人。三世我做恶多端，你今代我看个清清楚楚。原来哦，我为非三者，我为着爱你的亲情，我杀死你的性命。不但安尼是，又搁公布你的身躯，禁不住。可是我知影我唔对，严哥，我一世人，我拢身心火烧，我希望讲会当补偿我较早的过错。你大人有大量，我诚心甲你回信的，你来原谅我啦，金凤姑娘。可是真世人的代志，我唔知影，严哥，落到地下我才明白严哥的生活。但是，我嘛已经用我一条命陪你啊。地府所在，我嘛伫咧受刑期受苦，是毋是大人有冤，囡仔无事，予阮真艰去留一个外口，是毋是会当求主原谅化解？若受以后，后出世还有机会，做牛做马。我能原谅你，我对恁的怨恨已经对上心了。看到你如此的模样，我明白我家己就爱放下，我孤身的无用着。我若是不放下，也无是我家己。我愿意原谅你。多谢你啊！多谢你！多谢你！多谢你！我若会勇敢了后，愿意为你立下拜位，为了日后骄傲继承，为你传宗接代。听着你讲这话，若安尼，我就不白费。好，多谢你待我待。别先好为先，如今你家如今好心，为你解脱三世之缘。如今者虽在幽冥受苦，也不过你的女儿在世期间，如果对此冤魂有所交代，你也会当早一日离苦得乐。多谢地藏菩萨。那安尼是。出国晚宴，三世对话，如今一来，正是啊，对方的道歉，你是不是应该愿意放弃一念？我愿意放弃一切，重新投胎，我也愿道行恶念，只是不敌菩萨，上诉以后，我要好气好笑啊！阴司地界。前来接受啊！你种种的因果，死到者再出轮回，自有众神扶持。在这段期间，你就好好前来修行。多谢菩萨救命！这段期间，感谢这是八方天地暗中帮忙，应该上达天地，准备回转天地。文童，知道下凡，但来你心是善良。你介意中人寒干大语言修道者万万不可，识别了后，虽为师回到武当山，要斩断僵尸。顺了啊！你自己保重，爹也去世，好好照顾家己。
拜乎任何人为地老幽，我恐痛，应该挂在你的心目中。相公，我是修炼者，遥不可赛处前后，在我的心内，你永远是我的相公。你的朋友，我会将你记在心内，无论是汉奸人，也是即卖的你，我会永远藏在你的心深处，向你答应你，宽容了我，好好面对我的人生。我嘛会为梦者入下誓言，你拜位从此以后各执一方，保重，你嘛保重。你的爱伴我走海角天边，我的心与你永远相随，